口就是开发了这个，就是结合 AR 跟 AI 的这个软件。那接下来会有从顾名来跟大家介绍，那他会使用哪里？那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换你介绍这件事。好，那 OK 的话就可以开始了。所以咱一定是在第一个用台语来演讲的啦。啊，为什么阮搁爱用台语来演讲的？就是证明讲哦，阮台语搁较正话，有话来说，嘛是来，也是会当来演讲的，就是安尼哦。哦，啊，其实讲，大家来互相伤害。其实讲，我之前有听人讲过，就是讲哦，即摆少年人讲台语的人嘛是有，但是讲。少年人拢是甲时代人才会讲台语，但是以后若是安尼，以后时代人若是拢无伫个时阵吼，就无人要讲台语啊，安尼就真可惜。所以呢，即摆咱甲病过、共过人嘛是爱甲伊讲台语啊。足侪人皆认为讲台语无法度讲迄真专业个物件，所以阮即摆就来试看卖讲台语是毋是真正袂当安尼做。所以即摆甲来试看卖咧。对，我先来，我继续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我本身即摆伫一个在食头个所在，叫做阿法弄啊，对嘛？这阿法弄就是阿法国迄个阿法，阿弄就是贷款迄个弄啊。对，阿法国正正伊个名就是甲咱学个，无开玩笑。对，阿法弄本身嘛是个青铜级个赞助，对，正英雄对。工商部一个阿法弄是你贷款好朋友。我咧根据你个人的资料，为你做个人化、自动化的分析，为你介绍上适合你的银行贷款。对，阮即马阁有在
找这个工程师甲 BD， 啊，请欢迎大家到我联络着。啊，以上就是咱工商服务的部分。啊，即摆就请咱的邓肯继续来介绍咱的专栏。有感谢，虽然讲咱讲台语，就是讲，伊是讲啥物，讲啥物意义无啥重要啊，就是你莫惊讲，像阮之前去香港，你嘛是讲啊，无咪讲英语好啊，所以讲英语。其实无啥好，讲袂要紧，你著出去讲就对啊，错就对啊啦。像即摆阮就是讲台语嘛吼，听无袂袂要紧，因为阮当影片拢用伊写，你嘛看，听无袂要紧，看就好啊。对你若因为你若去听别人演讲，边边讲，你若听无，一般来讲是伊讲唔好，毋是听无嘛对。所以你著看别人片看好。阮即摆开始认真讲啦吼，转来人诶，认真是有啥物新鲜诶所在，咱诶。叫做修炼植物本质的心生嘛，什么心生？你从这个水花，对，这款花吼，其实，这款花吼，其实你伫台湾电视看到啦，你看这条啊，就可能会定个一个羊蹄的款，所以阮一般人叫羊蹄蝶。那么其实这款有三种，常常伫台湾出现，啊，你无啥有法度看出来啥物差别吼。上恐怖的是阮咧辨识这个植物。我咧查咧资料时阵，发觉讲，哎，哪会大家拢讲的拢无共？只个讲这生这款，你讲这生这款，啊名佫无共。啊后来我就看了一张表，就知你看，像伫中国吼，伊若叫羊蹄甲，伫台湾叫羊子金。啊，伫中国若叫羊子金的吼，啊伫台湾叫羊蹄甲。啊，我真逗逼啊，无帮我看无对无？啊，无安尼，所以你就知影讲吼，咱咧做这款辨识吼，你一定爱看核名啦，吼、哦，人个出名你就莫看，一定爱去对这個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做这些专业领域专业的所在，你爱较注意。啊，咱咧收集这图影像时阵吼，咱毋是讲吼收集影像尔，阮阁有一寡想法，像讲啊，你是倒位翕的，就简单嘛，你有 GPS 就知影。啊，咱有收集一寡你安怎翕这相的。诶，角度，诶，即嘛简单嘛。有一个较特别是，咱阁有收集伊个 AR 诶大细，诶，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讲，一般若咧看即、這个，一般你若咧看即植物诶叶啊吼，你。一张相片，你就不知伊到底是偌大偌细。像这个，你可能看到伊这是12公分尔，所以差不多这大小尔。但我若看这个图，即马有照出来拍者，我会搁把迄张片两个放起。这个叶啊，伊都40公分，就这大。所以你若刚看一张相片，你唔知这叶啊偌大，伊是电脑嘛是共款。所以阮都法度用着，即马手机啊的技术，因为咱知有迄个加速度计，啊，你若咧手机啊在下啊。伊都都啊，伊都发到去做 integration 移分，是安尼讲，就是伊都发到知影讲，伊手机啊，伊偌济啊，伊翕一个相，伊偌济搁翕一个相，啊，伊都用三角测量，伊都知影讲，这个叶其实偌大，所以伊都发到知影讲，哦，这只是12公分尔，啊，这个叶三倍大，对。有这资料吼，阮都靠伊会用较少的相片去辨识出这个植物是啥物。啊，再来介绍一体哦，是第一个，就是讲从事相关的代志，就到如来解释。就是我吼、哦，啊，就是既然讲吼，阮、哦、已经决定讲，阮要用机械学习的方法来做这个分辨辨识嘛。啊，若是阮想要用机械学习，表示讲，阮需要足侪资料才会当做这个机械学习。但是讲呢？阮想要分辨85种的花，但是阮单单有20000外张的图，单单是无解够。啊，这个时阵，阮是要安怎的？阮会使用一个方法叫做 data augmentation。data augmentation 是啥物？就是讲，你会当把伊个图摕来，凊彩写一个，还是讲凊彩写一个角度，还是讲你把伊正平倒平，把伊平平的，还是直的平嘛会使。你嘛会当把你个图，把伊调较光，调较暗。啊，是色彩，把伊调较深、调较浅的，安尼用这个方法，咱就会使生出足侪新的图。
啊，这个方法要会使安怎用，甲你资料本身的性质才有关系。迄是因为一张花的图，你安怎调看起来，依然是同一种花，所以阮才会使安尼做。啊，所以即摆阮有较侪图啊，阮的机器学习，阮可但是阮的机器学习的模型，咱的 model 足大个，所以需要足侪足侪资料才会当训练。啊，阮头拄用头拄迄个方法写出来图，可能要求阁是无够。啊，即个时阵咱会当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叫做 transfer learning。对，啊，咱一般常常看到的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，看起来真像安尼，就是讲上倒手边只，你予伊看一张图，咱想要咱的模型算出一个几率，甲咱讲这张图是啥物车的机会，是某一种车的机会有偌大？比如讲，你可以看一张车的图，伊会甲你讲，这台车是轿车的几率是70%，是货车的几率20%，是卡达车的几率是10%。啊，咱会当讲，咱的模型甲认为讲，这台车是一台轿车。啊，咱会当看到，这个神经网络是一层一层安尼，啊，敢若上尾一层是要算咱想要爱的几率。这个上尾一层叫做 softmax 层，softmax 层，听到笑，对。啊，但是内你看内底有遮尔侪层，就表示讲，阮有足侪变数需要训练。啊，你想要训练遮侪变数，你就需要足侪图，再训练起来。但是其实呢，咱无需要遮尔啊辛苦。用 transfer learning 呢，就是讲。若是有人已经大声替伊训练过，伊叫做 pre-train 过啊，咱就无需要家己重新对头来训练。咱敢若咱就需要重新训练他讲的迄个 softmax 的站好啊。只是讲，有人已经训练好一个会晓分辨车的模型，阮就来摕来用咱准备的花的图来重新训练，咱会当会上。会当改做一个分辨花的模型，啊，这个，甲最后一层调整一个这个过程，伊去叫做 fine tune， 啊，这个方，佮规个方法本身就叫做 transfer learning， 啊 ，transfer learning 的精神就亲像讲，你叫一个人先去学英语，学好了后，佮叫伊去学法语，对伊来讲就较简单一寡，就比迄无学过英语的人。较简单一寡，所以伊个精神就是安尼。啊，咱有用到一个套件，叫做 TensorFlow String， 伊是 Open Source 个。啊，伊内底有足侪大型训练好个 model 会当予人用。啊，你看，伊是用一百二十万张个图来训练一千种个分类。啊，咱哪有遮侪个运算能力甲图会使摕来训练？所以讲。若是有人已经替伊训练好啊，咱就无必要去家己创。啊，咱有用到这个猫巴鸟的这个模型，伊是专门设计放下手机啊用的，所以伊的 size 较小，敢若二十 MB 尔。啊，另外一个嘛就真出名的模型叫做 ResNet， 伊就爱90 MB， 所以阮就选择用这个猫巴鸟的这个模型。较细安尼，啊，所以咱就用这个 mobile net 甲咱准备的花的模型来 fine tune。啊，这是咱做出来结果。咱用85种的花资料来训练了后咧，咱的 training data， 咱的迄训练用的资料 training data set 的正确度，或者是讲准确度 accuracy。是97%，啊四试验用的资料 test data set， 伊的准确率是85%，你看起来还算袂歹安尼。啊，若咱想更较详细了解讲咱的训练模型训练到安怎，咱阁会使画一张亲像安尼的图。
啊，伊伫遮吼，伊翻的部分是，咱的无限定位置是啥物分类？啊，伫个一个是实际上伊啥物是啥物分类？譬如讲，若是即阵若是上倒手边即个分类是玫瑰，啊，咱摕一张玫瑰的图，互咱的模型来看，啊，咱的模型嘛是认为讲即张图是分是玫瑰，安尼。这时阵，咱会当伫上倒手边上面顶只画一个点。啊，所以伊若是叫咱的模型去叫一张图是啥物花，啊，伊全部拢有要着的，要着的。那是伊全部拢要着，咱所有的点就会落伫即个错角形、错角线只，就是即个粗粗的线只。啊，咱做的结果呢？大部分的点拢是伫即个错角线面顶，所以错角线就是即个对角线啦，对啊，对角线落伫即个面顶，所以说咱的即个模型算训练到袂歹。咱阁有去做另外一种分析，对，叫做实验性的，就是讲咱想要看咱的模型到底在看图的时阵，拢在看倒位。所以呢，我想要知影说，伫一张图面顶有倒一挂所在，对这个模型来讲是重要的。啊，实际上个做法呢，是去算讲，改变每一个像素，每一个 pixel 啊，改变每一个像素对这个模型的结果来讲，改变每一个像素对结果改变有偌大？若是你改这个像素。你的结果改变真大，表示讲，这个像素对模型来讲是真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模型认为重要的所在，就给它画这个蓝的点。啊，你会当看到，阮这个蓝的点，拢是伫遐花的附近。所以呢，表示讲，咱的模型实际上是真正有在看这个花，伊毋是我伫黑白看。所以表示讲，咱的模型实在是有训练到重点安尼。有这模型以后，阮就发到把这模型放伫这 app 内底，就像我就是做这 iOS app， 啊，搁一朋友做 Android app。啊，阮伫这 app 面顶用的技术吼，叫做 CoreML 加 TensorFlow Lite。啊，伊其实就是把这 model 放伫 app 内底，所以伊免去internet 的，你就会直接伫山顶，你若无网络嘛，袂要紧，你就直接会去做变色。啊，即摆我来看一下恁影片吼，就进行的结果。好，从这简单的drag drag， 图片上看话，这种简单，你用看到伊的变色率都已经在高兴啊，要。八趴呢，即款拢简单嘞，所以做紧就会变色出来，就是做紧就变色。啊，若讲比较好做，因为阮拄仔开始是做花尔嘛。简单诶，比较其实嘛看得出来，因为阮做管路侪几啊种，啊搁即，从即已经即暗诶搁看得出来，所以其实讲头先讲了，你调迄光线是有。差异，伊安尼做法都变成出讲样式款。要毋过当然，阮是迄阵大咧做时阵，嘛是出一寡问题啊。像这较简单的红色花花图，要毋过伊其实毋是的。要毋过，阮也无资料入去，伊都毋知讲这会使是毋是的。啊，像这是你路边常常看到的。啊，像这其实是阮台湾本土的，要毋过伊都无变出来。像你这吼，你看伊咧面顶有。这样就是阮伫个台湾先讲的，去年去年的时阵，看下这花啊，伊就是讲这台湾马兰。啊，阮当然都无讲遐作别，就讲啊，这就是台湾马兰，无你看，阮看我们家是其实变是对的吼。阮无做啥物 OCR 啦。
哦，有台语比赛就对啦，就讲阮若真正考试考无好，就当中真正考无好。啊，两个你若认真看吼，阮去拜去的时阵，伊咧变色，你看的时阵，伊有时阵嘛，我都看会出来是干嘛的。所以，即款就是一般来讲，你若通病，诶，影响无够好，无够侪时阵，较有可能发生。即有正常结果啊，阮个会去加资料，安尼就会较准。啊，所以头拄仔有讲着一款花吼，叫、啊。有啥讲者？有一款花是三叶啊，你遐较常常看到，迄叫南美红旗菊。啊，不过另外一种，较这叶啊较尖。其实这平常是你伫台湾平台已经看无啥话，啊，不过伊个名，伊个台语个名其实叫做花蚕豆草。迄个啥物意思？你看名就知，表示讲伊伫以前较早以前伫田边路边凊彩就看会到。所以这有足可惜个，以前田边遮济。一款较惊的、惊的药啊，即烂根土，因为啥物即摆都无去啊？伊是讲毋是都无去啊？伊就是去赶去跳赶去山顶啊。所以你若咧爬山，你较有机会看到即款烂根土的，因为即外来的迄款南美红旗菊三叶啊，你可能伫路边、伫个树啊卡，还是伫个公园用看会着，迄款拢是外来的。所以外来已经将根土赶去山顶啊。这是为啥物？咱做这时阵其实做重视讲去辨识咱即台湾。诶，家己本土诶，诶植物。啊，这是为阮迄时阵做水米诶专案时阵，另外一个专案叫找台语啊，伊拄好有做一本诶台湾植物诶书店，我着摕来用，才会知影讲即款是本土诶。好，啊，最后咱差不多够有五分钟诶时间会用做 Q&A， 啊，大家若有啥问题，拢会来甲阮问。你要讲汉语、台语、英语，其实拢会使，好，我拢听有啦。来，所以欢迎大家，你有 AI 问题，就问提供的，就来问。好，来，请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有关于你们刚才讲的政治不认领啊，大概后面先砍掉几层，然后再叠多少层上去，然后还有针对你们刚才讲的出土。20,000多张嘛，后来增成几万张，啊，大概各种不同各种大概多少张？然后内部是用什么样的，还是用supervised learning？ 哎，台语讲嘛，好，先生，嘿，我有听过。来，看到伊的问题是，你讲，哎，中山，哎。transfer learning， 对啊 ，transfer learning， 嘿，哦，不要是，因为 transfer learning 呢，我也就是前面先一个 model 嘛，啊，你是砍掉最后一层，还是砍掉？我是刚刚训练 softmax 一层，刚刚。那后面是有在叠？无另外个状态呀，刚刚，就是改变伊个分类的数量。嘿，那一层砍掉，然后有在叠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吗？还是直接叠？叠只嘛是更一层 softmax， 跟那是分类数无同款。啊，第二个问题是讲，85种的花，啊，原本讲20,000的。对啊，啊，咱是就是从一个 loop 一直生。啊，生到尾啊，偌济天？就是生，看阮啥物时阵要甲伊停落来，就一直 loop 啦。系。啊，停落来时阵，我嘛唔知偌济天，就是看。放光一点，润不了啊！现在就是一点起，然后一起到最后一点，对，你是一点确定 loop 的时阵，就是一点生新的走出来。啊，有用 label 吗？还是用 unsupervised 的？有的，就是标签，你是涂出来，标说这是什么花，什么花？对，是不啦？是不啦？所以我们在跟阿公去 OK， 这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讲咱爱有图，佮爱有一个 label， 所以咱才无法度一直有遮大量的花图，这就是困难的所在。好，我想再问一下，那个85个分类是平均的吗？样本？我讲平均，有的较有时，阮就是去遐花听。
安尼是较好啦。拍的时阵，我们其实去了好几次，然后去的每次就是挑那时候模型，他比较真正不到的那些种类去这里去拍，所以最后会造成，所以这有点像是他模型训练的过程造成的那个分布。训练的时间，有拿 pretrain 跟没有 pretrain 的那个时间，差非常非常多，应该有好几倍，所以我想这个省下来的时间的那些资讯，应该我现在的确是从那个 pretrain 好的模型。不好意思，就是一开始有提到你们有收集位置的讯息跟那个。AR 的那个资讯，那可是看后面的 model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资讯怎么被你们使用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些训练，然后我们有其实训练两个模型，一个是有拿这个尺度的资讯进去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没有拿那个尺度进去。那我们发现这个模型的准确率。好像就是训，在 training set 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可是在 testing set 就差不多。所以我们最后就拿了拔掉。对。那不好意思，那你们一开始就是加进去的方式是 compute 完 flatten 之后把它 connect 起来。对，就是把它们当作是 feature 之后才。谢谢。不然它们那个大小很不一样。我们一开始最早训练就是体积化的时候是有做一点比较，就像顾明说的，它的 error range 其实还是有不在，就是在training 的部分。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确定说这个，我们这只是很实验性的去提出 AR scale 这种做法是不是能有助于帮助辨识，因为你如果用更长远尺度来看机器去理解这个环境，它当然需要知道环境的尺度。就是说现阶段我们发现在做影像辨识这件事情，影像本身更重要。所以我们在最后产出的时候，虽然没有采用，但我们还是希望在采集植物这些影像就源头，尽可能把我们知道最多的资讯都采集下来，让你未来研究才有机会做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态度明显。还有问题吗？够留后来。那我们这一个讲按身高不一样，但问题的大几年啊？公共有资料拿来帮助兄弟俩。我本是有咧想要选理疗，啊，起码嘛是咧做咧学术界的，还是因为咧选理这款物件，我就咧甲伊合作安尼，未来是希望会使。还是可能要看大声。对，因为你们要做植物辨识，但是我想知道说，目前看到情况是说，你们看到花只能认花的图片，然后看到叶子，然后只能对认叶子，那有没有可能说在以后是？看到叶子的时候可以辨认出整个植物，然后辨认出花萼，而不是说只有看到部分去用图片去做比对。说看到能不能？像我们在辨认，因为我们在辨认植物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看到花的一部分或看到叶子的部分，我们都可以认，我们都可以辨认出植物。但是你目前看起来好像说只有用花蕊跟花蕊在。OK，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只有花的资料？对。那能不能辨识叶子就辨识出来，对吗？对，然后看到整株。是不是觉得说我们现在只有看花跟看叶子，是不是以后可以看
整综合加起来一起看。对，我即摆就是安尼，就是他在遐影片是讲，我著看规类会使看会出伊是啥物花，但是看叶仔嘛是看会出。即摆就是安尼啊，即摆是看完整个，较看部分拢看会出。即个去讲吼，其实你看这个本是从伊个数字一直咧变，一直变，意思就讲，一直咧改伊，一种一种图，规日是爱甲我讲这啥物花，这啥物花，所以你伫咧。那阮伫遮咧生时阵，已经变成就是百变啦。啊，你若发落来，把这几百变全部统计起来，你就会知讲这是啥物花会较准。所以我想，你的意思应该是啥？就是阮看一个植物也是花，你用去做一相，去做一部位的，啊，综合起来，你就会较准讲知影这是啥物花，啥物植物。对嘛吼？所以这是为啥物？阮拄啊开始就想要做 offline 一线的啦。因为这安尼，你才有法度讲，这翕相就几百张就去。你若乖，去网络安一张一张上传，安大家有乖用着。好，安今日时间超够啊，我等下甲张明先去通知共同家，多谢大家。